这是我能给的最高分，这是我能给的最高分，这是我能给的最高分，这是我能给的最高分。That's all I can do。这是我能选择的最好的，还是最好的，每一张都是最好的。我觉得真的大家有这个勇气来就已经是最好的。我就觉得一开始觉得哇好棒，八分，哇好棒啊，对，然后又被他们拉回来说八分六分综合一下七分是吧？给多少分了练一样？七分，但是我要讲啊，我自己拿的是八分，然后他们俩帮我选六分，然后我就说折中一下，我们就七分。谢谢。我真的想给八分的，我喜欢这种啊，我还是想给八分。风象星座吗？我觉得心里面的感受是最重要的。